近日，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在陌生海域展开舰炮射击、防空反导、综合攻防等科目演练，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舰艇指挥员应急处置能力。战报警报！上级的话，敌无人机已下，向我高速接近。威胁刚刚解除，编队又被敌机雷达锁定，各舰随即发射干扰弹。发现波子岛雷达信号，发动。多批次险情解除后，编队快速机动前往下一目标海区。我们通过构设多维度、多方向、多要素敌情威胁，不断检验和锤炼官兵快速反应和复杂特情处置能力，在切记实战中提升胜战本领。